欧冠小组赛，斯洛伐克霍温一到二国尼27，罗萨里奥44，那英格兰61，查尔迪体谈家记者米辉报道27，洛萨诺横桥巴国罗罗萨里奥一脚爆射，汉达诺维奇目前皮球入网，国米0到144，阿萨莫埃远射造成阿因霍温门将祖特脱手，一查尔迪小角度射门被挡，外围内英格兰再射一脚破网，国米一到150，佩雷罗禁区外左脚抽射击中立柱，60贝西诺长传，爱因霍温门将与后卫相撞，伊贾尔迪小角度推射空门得手。国米2-1，国米阵容汉达诺维奇、达布罗西奥、德弗里、什克里尼亚、阿萨莫拉、贝西诺、布罗佐维奇、波利塔诺、90+1坎德雷瓦、那英格兰86、巴莱罗、佩里西奇、伊卡尔迪数说24，自2016年对阵拜仁以来，爱因霍温首次被对手射门至少24次。2005自2005年11月、22月到23日以来，参加欧冠的意甲四支球队首次同一轮全部获胜。略过去七场欧冠比赛，国米有六场取得进球。这六场比赛都有阿根廷球员建功，17国米上半场射门次数17脚。这是球队自03-04赛季以来欧冠单场射门次数最高的一次。无洛萨诺次一共创造5次得分机会，这排在欧冠小组第二轮比赛日的第二位，仅次于罗马队的佩莱格里尼8次。